对，好不容易今天发大申请文件，我今天讲一个很不客气，这个文件就是拿出来卡人的，哎、是又冷链又授权，这通通来卡人。第三卡是这个，两原则三要点，对不起啊、哦，今天子龙光和丁宇清跟交生公司原厂签完约，也拿到了50G，备在那个地方，只要不交钱，立即不准。为什么？这个三要点，这个两原则强调只有一件事，要由国家跟原厂签约。让那些努力不就全部打水漂了吗？我之前佛光会可以去跟他签的，现在我要跟交生讲说，不好意思，我们政府特别鸡歪，你们签的不算签约，你算数还要跟他签，打交生也就算了。BNT 这边四个字形容政府来训，就是千方百计卡 BNT， 不要想进来。哎，我们讲直接一点哦，这是过去已经注射了30万剂的人都会拿到了一张纸，他会描述。我们现在台湾 COVID-19 有哪些疫苗？这是纸本哦，纸本上面就写了 BNT 疫苗有获得我国紧急授权使用。好啦，您已经拿到，对不对？您以为对方同样这个纸做的台湾疾管局网站上原先还有附件七也有这个东西，疫苗接种须知记医院说，前天晚上 PD 告诉我，他说我查到了。骗我，明明就有授权，这不是鬼故事吗？观众朋友，第一个鬼故事就是政府说对不起，树南同意 BNT 进来，因为他没有取得卫福部的紧急授权，就不行了。这个不是鬼故事，什么叫鬼故事？时间在什么时候？2021年3月10号的第一版，你明明就已经给予他紧急授权，哎，而且接下来4月27号有人把他删了，就在我这个时候知道。排名跟市面上很多人想要申请 BNT 的时候删掉。好，我跟你讲，你如果以为这样就够坏了，把打翻枪都赶掉就算了，怎么你皇帝率先？如果我告诉你，对，原来政府就有授权，紧急授权，那是因为双方错换，我们当年跟 BNT 的授权，所以紧急授权失效了。对不对？你知道吗？紧急授权就是类似紧急避难区，是我国政府。针对 BNT， 针对这个疫苗开放的紧急通道，我只问一件事：你在3月10号第一版你就已经注意了，是？结果你这个所谓的附件电子档在这里，这个神秘的附件居然在礼拜6的凌晨、礼拜天的凌晨不见了，居然可以鬼故事般的突然被下架，下架之后在礼拜天的记者会得不到一个消息，他又上。Hey.I take the video. No. 所有即刻落嚟聽歌嘅你，歡迎曬嚟到星期三嘅即刻學彈。喺歌手演唱學彈之前，當然呢半小時咧就係聽最新嘅排行榜。相信一班嘅富二代張建富嘅 fans 咧係等緊㗎啦。上一次 good time 就同你分享，要喺最壞嘅時代享受自己 good time。而今次咧，佢以 R&B 情歌主打嘅面貌出現，佢霸氣咁話俾你聽，我愛你這感覺，我接受我能做主，懶得旁人反對，我就是要愛你。哇！你知 MC 最細嘅排頭，有咩 sense？